你是灵儿吗？是我啊。我是你老乡小玉的同学小峰，你来过我们宿舍，我就住他上铺。小玉她今天去你家了吗？没有啊。那小玉没回老家吗？没有，我们准备在假期打工，所以就没回去。那他是不是住到其他宿舍了？不会啊，全楼都空了，只留下我俩了。啊，那他会去哪啊？他两天都没回来了，也没给我留个话，我挺担心他的。没事儿，我再来回找找。Thank you.
几个？没长眼啊？伤着我们家燕燕怎么办？哟，两大校花散步呢。我那个足球可是绣球啊，谁接着了，谁跟我有缘。你要死啊？谁跟你有缘？哇！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温柔点啊？这辈子不可能了。真拿你没办法。哎，小丽，嗯，还记得咱们以前的校园是什么样子吗？当然，我们才离开两年，嗯，也不知道那些铁春草怎么样了，真有些想他们。哎，北人别名无情，不像你那么多愁善感。我这次回去就是要搞定毕业论文。是啊，这次回去一定要保密才好。我怕。啊，你干什么？神经病啊你！何云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追你。追你个头啊你！你不知道他花粉过敏吗？滚！滚！是那个活宝啊？怎么着又盯上你俩了？黄艳艳，抬脚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看着他，我去药室拿药。啊！哎，阳刚、林永涵，快过来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背着药呢？被我不小心给踩了。月月，月月怎么又过敏了？赶紧喝点冰水吧，缓解一下症状。好点没有？药来了，药来了，快！两边。谢谢你们。拜托杨刚，能不能通知一下全校男生，以后追求月月的时候别拿着鲜花，你们大家也太危险了。雷子和月月已经在一起了，他怎么可能接受其他求爱者呢？那就不一定了，说不定啊，这月月会喜欢上其他帅哥呢，对吧？说得很对。哎，你们要是这么说，那雷子还有可能喜欢上其他美女呢，这学校又不止他一个校花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咱们去那边一定要好好的玩，绝对对，绝对玩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谁跑，我跟你们谁没完啊！我们一起去啊，顺顺利利，大功告成。当然，我们有我男护驾，当然大功告成了，对吧？嗨，只要咱们一条心呐，肯定会顺利的。对，放心吧，没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真爷们儿，给你。为什么呀？来，来，上车。还有篮球啊，到旧校舍你还惦记着跟我来一场，球框都没了。这球不是你带的吗？啊，哎，这球是你们谁放在后面的？我们哪有会打篮球的？那谁放的？哎，你理他干嘛呀，不就一篮球吗？真是。哎，走了走了走，走吧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半年前理工大那个叫小玉的女孩被勒死在床板上，最后呀，警察在楼道里发现过一个篮球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。你可真会瞎联想，有男生用鲜花向月月求爱，就不能有女生用篮球向你求爱啊。我陪你去吧。啊，不用。
耶！啊！哎，啊，你看那边。啊，好嘞。哎呀，学校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空楼鬼，我们回来了，还不赶紧出来接驾！什么骷髅鬼啊！你别乱喊！什么耳朵呀？曾平喊的是空楼鬼，讨厌！燕子，你忘了？我们搬走的时候还是你跟我说的呢，说呀，这里的每一栋空楼啊，都有一个空楼鬼，就像每块地呀、啊、都有一个土地爷似的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好像还记得，我那会儿还让你去色诱一把空楼鬼呢，别吓我们！哎呀，亲爱的，空楼鬼是女生好不好啊？要是男生啊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他吗？这倒也是，你真是。哎，雷子，我去看一下球框在不在啊？好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就是怕嘛。这里什么都没有呀。嗯，月月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真看见鬼了？嗯。哎，这大白天的哪有鬼啊？肯定是你看错了。行了，先别瞎想了，人没事就行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破旧了吧？才离开两年，怎么这里变得这么恐怖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一只老鼠就一惊一乍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怕老鼠了。这老鼠好像是实验用的小白鼠，那又怎样？难道这里有人做实验？哎，这娃娃还挺萌，就是有点脏了。你们不觉得？这娃娃有点奇怪吗？背靠背摞在一起，这不就是去年杀人案的玩偶版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理工大的宿管阿姨都听见了。好朋友，背靠背。好朋友，背靠背。两个，你能不能别瞎联系？走，
对一对的。布娃娃也是一对一对的。啊，太吓人了，我不想上去了。那不行啊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呀？啊，看什么呢？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盯着咱们。你鬼片看多了吧，疑神疑鬼的。哎，杨哥，在路上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走，咱们下楼说。秦叔，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？秦师傅，你再仔细想想他是谁。你不就是模仿我说话的那个小子吗？不过你学的还真像。对啊，秦师傅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好久不见，秦叔。这个马小丽是你女朋友吧？秦师傅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怎么是乱说呢？有一次我可看见你们两个。你肯定是看错了，那天跟他在一起的人是月月。啊，嗨，秦师傅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我是黄燕燕啊。啊，他是曾平，我们俩一个宿舍的，想起来了吧？你们带了这么多行李，是要在这儿过夜吧？是啊，秦师傅，我们打算在这住两天。不行，你们回来看看，我很高兴，在这住绝对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行。秦师傅，你这儿不会藏着什么秘密吧？秦师傅喜欢喝酒是吧？我留下来陪秦师傅喝两杯。秦师傅，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理由，我们可是不会走的。我说这里面有鬼，你们信吗？哎，你们说，这铁春草既然是中草药的珍稀品种，又濒临灭绝，那老师为什么不支持月月去开发研究呢？你傻呀？不知道我们系主任是西医权威啊？而且他又是海归，根本看不起什么中医。而且他的概念就是花花草草根本就治不了什么病，怎么可能让我们去研究嘛？月月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，但是他未来呢，想搞中西医结合。所以就没去上中医科大学。燕子，我以前没和你说过，我爷爷在国外，这次是他专门嘱托我想办法种植一批铁春草，等两年长成以后他就回来帮我们开发研究，到时候咱们在一起啊。好，老天开眼呐，铁春草居然在这个山沟沟里遇到月月，要换作是我早就错过这种宝贝了。它的药用价值有那么大吗？铁春草一旦开发出来，是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必定造福世界，价值无限。不过，我委托种植的农民伯伯前段时间去世了，我也不太清楚种植的地方。但是这个老伯伯还是挺讲诚信的。他在临终之前还是给了月月一些线索。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靠自己找是吗？这样，明天啊咱们分成两组去找铁春草，我跟月月小丽一组。杨刚，你带上 Z
曾平和燕子，好吧。这样吧，你把要点都写下来，画在这上头。着什么急啊？你们这组里，也就是曾平的记忆力好点，告诉他不就完了？曾平，你来。好。雷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？让大家知道干嘛？告诉你，你也记不住。再说了，咱们这次来，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讲鬼故事的吗？耶！在这种环境下讲鬼故事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哎，谁先来啊？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啊！等等等等，等会儿啊！我在你旁边。听好了，听好了。大概在10年前吧，有个学校经常闹鬼，但是没有空楼，所以应该不是空楼鬼。可是，在学校后面有一个坟墓，那个坟是明代一个王爷的，所以经常有很多王爷鬼在那个学校聚会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。燕子，燕子，小丽，你睡着了吗？我有事情想和你说。别动手动脚的。喜欢你啊。滚！我喊人了啊。别。感情的事儿可以慢慢培养。咱们来说说事业的事。我跟你有什么事业可说？把何心月说的要点告诉我，我们合作抢先收割铁春草，我负责开发，赚到钱咱俩平分，行吗？哼，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？小丽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应该说出来。小丽，
怎么又梦见手术失败了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不需要拿手术刀，你是学药的，不是药的事儿。你到底梦见什么了？我梦见空楼鬼了，是个女鬼，她和我背靠背，一直缠着我。这个世界上哪有鬼啊？鬼都在人心里，是吗？我知道你的梦想，你不想当医生，你想当明星。这事成了以后，你可以给自己投戏，一步十步一百步，你说呢？哼，拿这个诱惑我，别做梦了。诱惑不成，那我只有威胁。威胁？你倒是威胁一个看看呀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一个小秘密。子平，子平，子平，去哪儿了？谁呀？燕子在吗？不在啊。燕子怎么了？她不见了。
子连手机都没有拿，他到底去哪儿了呀？昨天夜里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。我早上起得早，就到学校里转了转，回来我想叫燕子起床，才发现他不见了。这么说，燕子是早上出去的，应该不会走太远，所以手机就没有拿。燕子，说不定一个人出去散步了吧？怎么可能？燕子胆子最小了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到处乱跑啊？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找到燕子就什么都知道了。我怀疑燕子是被人劫持了。哎呀，怎么忘了一个人？走，找他去。哎，这一大清早的，你们这是要去干嘛？啊，我给你们煮了点粥。庄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找我干什么？还装？快把人交出来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接着装，这楼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啊？这位同学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秦师傅，这里真的闹鬼吗？你们这群年轻人呢，你说我说点什么好？不在学校里好好待着，偏到这山沟里瞎折腾。我说这里闹鬼你们还不信，这下倒好，闹出事儿了吧？人都丢了你还挺高兴是吧？这里边一定有事儿。有事儿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和黄同学一无缘二无仇，我还高兴？我高兴得起来吗？我就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儿，连几个女生都保护不了，还跟着废话，好意思说吗你啊？嗯，秦师傅，这就你一个人？啊？啊？我说过多少次啊？这里面闹鬼啊！我觉得秦师傅是个好人，他早上还给我们做粥呢，我们不应该怀疑他。不怀疑他？那就怀疑我们自己了，他那粥里还不一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。行了，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找燕子。对呀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分成两队，我跟曾平到校外找，你们在校内找。不行。秦师傅，要不然你跟杨刚他们一块到校外找吧，外面您比较熟。不行，我觉得我就在校园里面找，我对这儿更熟悉。秦师傅，你别忘了，我们都是在这个校园里读过书的，你还是跟杨刚他们一起去校外找吧，顺便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，好吗？秦师傅，咱们走吧。啊，秦师傅，我跟您道歉，我态度不好，您别生气。秦师傅，这酒好不好呀？
不怀疑我了？当然怀疑。那道什么歉呢？我就是说，哪怕怀疑，我也得恭恭敬敬的怀疑才对。你们说，燕子不会被关在这里吧？啊！听说地下室里面连着防空洞，里面还有蛇什么之类的，好恐怖的。哎，还有人说，空楼鬼就住在里面。不是空楼鬼把燕子抓到里面去了吗？世上哪来的鬼啊？都是心里的。我们之前男生打赌下去过一次，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防空洞。不好，曾平他们有危险。秦师傅，秦师傅，走啊，墨迹什么啊？我不想去了。为什么？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我要先找燕子。我告诉你，杨刚，就是你把我和刘老师的事情说出去，我也要先找燕子。大姐，你找什么燕子呀？她现在说不定在哪玩呢。现在就咱们两个人，咱们先去找铁春草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。放手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先找燕子。燕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能看着她出事。你不是想甩开我自己找铁春草，然后独吞吧？我要方便。你不会是想逃吧？我是真的要方便。那就在这尿呗，我又不看你。你要不要脸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许偷看。大姐，有必要吗？变态。谁啊？杨刚，杨刚是你吗？杨刚，杨刚你在哪儿呢？杨刚你出来，你别吓我。秦师傅，我们回去。我们还是报警吧。没用的，我们首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。万一要是打草惊蛇的话，逼得他狗急跳墙，再害了燕子。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秦师傅。哎，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。
我觉得这个校园太诡异了。秦师傅，你不是跟他们去山里了吗？杨刚把我灌醉了，我找了他们两个很久，没有找到。还装？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你吗？就是，你们三个人一起去的，现在你一个人回来，有事儿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他们两个都走了，我自然就回来了。少废话，你现在赶紧把样子给我交出来。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然，你们怀疑是我干的，也有你们的理由。但是，我请你们拿出证据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如果你不想让我们住在这儿的话，我们走就是了。你究竟想干什么呀，秦师傅？只要你现在放人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求你了。哼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在没有找到人之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你们，你们对那个姓杨的同学就那么放心，就没有怀疑过他吗？秦师傅，跟我说说，这大晚上跑到地下室干什么去了？下去干什么？那是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秦师傅，你这绳子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不会是用来绑人的吧？秦师傅，如果你不想让我们怀疑你，带我们下去看看。可以带你们下去，但是只允许一个人下去。为什么？你们下去人多了，我怕我照顾不周，万一有危险呢？危险？我觉得你就是最危险的。我们三个人一起下去。不行，我说一个就一个。我去。永恒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儿。小子，你要干嘛？你就不怕这下面有鬼吗？我下来就是为了看看究竟这里有没有鬼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下面真的有鬼。那个鬼就是你。知道我是鬼还敢下来，有种。你以为所有人都怕鬼吗？你小子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想知道真相，就赶紧看。想要活命，赶紧给我滚！秦师傅呢？
怎么办？报警！没信号，没信号，没信号。怎么了？我不服，一个秦师傅就把我们吓成这样，我跟他拼了！我陪你去，谁都不许去。那他们怎么办？警察来了，什么都会清楚的。还是等天亮吧。我们的包不见了，我的小包也不见了。月月，你的药呢？药我还有，就是手机快没电了。跟我来。哎，有信号！哎，老九！哎呀，刚有点信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上楼顶。背靠背。哎，有信号了，有信号了。哎，我的也有了。110吗？我有三个同学今天失踪了。请问你什么时间发现失踪的？一个今天凌晨，两个在下午。你好，是这样，按我市公安局规定，失踪至少24小时才予以受理。你们先自己找找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再报警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没到24小时不受理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快给他们两个打电话呀！对呀，我给曾平打。你给杨刚打。没人接。通了。啊。我手机没电了。我来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曾平的手机，好像是曾平的手机。嗯，走。他回来了。记不记得李公大死的那个女孩？难道床下有人？好朋友，背靠背。谁？下一个好朋友就是你和杨刚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其实有一线希望，咱们也应该试试。我们完全有能力打败秦师傅。我们还是等天亮吧，黑夜是站在他那边的。你们都睡吧，我守着。
曾平呢？他去方便的时候被人打晕了。你可别告诉我你现在刚醒。我真的是刚醒，从医学角度上讲这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。我之所以发短信把你叫过来，我就是觉得兄弟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。废话真多，你有什么赶紧跟我说，我现在没什么心情跟你闲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燕子曾平都丢了，我可不希望月月跟小丽再出什么事。曾平和燕子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说不定现在还有巨大收获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你看不出来吗？曾平知道铁春草的要点，黄燕燕是曾平最好的朋友。黄燕燕失踪了，曾平紧接着就失踪了，咱们就在满世界找他俩，你不觉得这中间有问题吗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去找铁春草了？哼，那可说不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抢先收割赚大钱去了。不可能。哎，我真后悔啊，昨天我就不应该提醒曾平。哎，你说我明白了，约曾平一起去找铁春草的是你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从昨天开始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。哼，没想到。哼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俗话说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。哎，你不是也不知道在何心月和马小丽之间选谁吗？与其这样，莫不如利用衣服咱们问一下铁春草的要点在哪儿。咱哥俩合作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所有开发的钱我来出，利润平分，这可能是上亿或者几十亿的大项目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了，你站在那儿干嘛？林永涵不见了。啊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先下来陪我去趟厕所，我一个人不敢去。快点啊，我膀胱要炸了。月月，你跟我说话，别不出声啊。我说什么啊？想说什么说什么呗。其实你更适合他，真的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不知怎么突然就说出来了，现在心里舒服多了。月月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的。
也许你们更合适呢。不，你们才合适。那要看他怎么想。如果他更喜欢你呢？那也不。来，小丽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让我告诉你，不管将来我们之间或者你们之间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这个好朋友。你别说了。你们两个也许不应该这么亲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感觉你们表现得越像好朋友就会越危险。为什么？你们想，从他打电话威胁我跟杨刚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他都没对我动手。我觉得不是他不能，而是因为他觉得我和杨刚的关系已经够不上好朋友的标准了。永涵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厕所了。你不会有事瞒着我们吧？如果就这么撇下他们几个，我感觉我在犯罪，我不同意。小丽，让永涵把话说完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明天十点之前，赶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先报警，把你们两个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再带警察回来营救你。要是我们不同意呢？曾平和燕子都已经失踪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两个再有任何闪失。你昨天晚上不是去上厕所了？别影响我，我在开车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昨晚肯定见过杨刚。你刚刚很确定，只有曾平和燕子失踪了，你丝毫没有提及你的好朋友杨刚。别影响我，我在开车。月月呢？啊，他被带走了。嗯，你究竟想干嘛？连眼睛都不遮住，还装强盗？我就是给自己壮壮胆儿，骗不了你们，也就骗骗我自己。你别想打铁春草的主意。那你管不着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你找不到的。有你在，我就不怕找不到。你要是不配合，信不信我掐死你？你是林永涵最好的朋友，我不信你干得出来。那就走着瞧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太阳下山之前要是再找不着，你信不信我真的掐死你？你把曾平和燕子怎么样了？你有没有伤害他们？铁春草我可以给你，反正我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，那些钱可以都归你，但请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他们好不好？杨刚，杨刚，你究竟要干嘛？别鬼鬼祟祟吓人好不好？月月，
怎么就你自己？杨刚呢？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在前面说话，回头他人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出来吧，秦师傅。我算是知道了，都是你干的。你把曾平和燕子怎么了？秦师傅，你也是为了铁春草。姓秦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装神弄鬼。光天化日，我不相信我雷永涵打不过你。你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。你们怎么知道铁春草的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知道铁春草路线的人只有三个，月月、我和曾平。你把曾平怎么样了？追！站住！永涵，小心点。慢点。你们看，会不会是秦师傅装的？不管那是什么，咱们跟着。整个校园都断电了，怎么电梯还能运行？发电机，发电机，不好！如果是发电，不可能只为坐电梯啊。那下面肯定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我下去看个究竟，你们在宿舍等我。我们一起去。你们下去只会给我添乱，刚才在山上的时候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早就把他给抓住了。
小心点儿。回宿舍吧。我们等你回来。嗯，我们三个还是好朋友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如果永寒出事，那下面就该是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，不敢踏出这个门半步吧？好朋友背靠背，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那就是彼此保护，有难同当，对吗？秦师傅，这是要干嘛？离开这里，快走！哦，秦师傅。慢点，好点了吗？
那咱们走。你们只能有一个活着，另一个可以离开。小丽，你快走！不，我留下。我们都不走，生一起生，死一起死，你就让我们死个明白，你究竟是人是鬼？看来你们真的是好朋友。其实，你们没有必要这么痛苦的选择，因为你们两个将永远在一起。我会把你们两个背靠背连在一起。啊！你不是鬼，你是人，而且还是个男人。我从来就是一个男人，只不过我发现，在这个造型下面，会让我的生活更安静。穿上这身圣洁的白衣以后，就很少有人来打扰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愿尽我的能力，即判断力所及，遵守为病人谋福利的信条，并减除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。这是秦小军每天让我背诵的。你这是在亵渎西伯克拉底誓言？什么狗屁誓言？鬼才相信！我只想把人永远地连到一起，否则这个世界上永远也没有什么好朋友，只有背叛。你走火入魔了吧？把两个人连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吗？对，只有把两个人背靠背地连在一起，才不会背叛，也不会偷了别人的东西就跑得无影无踪。你疯了！放心吧，他们都没有死，只是被我发明的麻醉因子控制住。我也会用尽我平生所学，做好你们的连体手术，让你们不是河马月丽，让你们永远的在一起，成为好朋友。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。闭嘴！你敢说你没有背叛过，没有拿了本不该属于你的东西吗？如果他真的偷了我的东西，我也可以原谅他，也可以包容他，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。够了！唐雨松，怎么，我没有让你完全失去生命体征？虽然我的生命体征没了，但我还有精神和灵魂。那么我是在和你的灵魂对话，太好了。从小学到大学，我一直很崇拜你，并且认为你是个天才，一定能为医学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。一直到你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，我也丝毫没有改变我的看法，并且为了不让你被他们抓回去，让那些镇定药损坏你天才的大脑，我留在这里照顾你，陪你打篮球，教你牢记希波克拉底誓言，盼望有一天你能恢复过来，为医学界创造出奇迹。我终于发现我彻底搞错了。不对，如果我有了铁春草，有了钱，我就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，就会把很多人都连在一起，让这个根本没有朋友的世界会有更多的朋友，让好朋友不会分离，不会背叛。你能说这不是奇迹？难道不是声音的奇迹吗？阿苏，我没想到那两个女孩真的是你抓的，开始我还以为是阳刚，是铁春草让我知道了你居然真的在害人。回来以后我才到了你的密室，才明白你已经杀害了一个理工大的学生。你说我怎么能不阻止你？你能阻止得了吗？你当然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更不把我当成朋友，可我一直一厢情愿的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，一直觉得能与你成为朋友是我秦小军一生的荣耀和幸福。可你呢？仅仅就因为你以前那个最好的室友骗光了你的钱，并且逃之夭夭，你就一辈子都无法原谅，就如此疯狂。我怀疑
你从来都不想结交任何一个好朋友。没想到吧，你一直都在宣扬好朋友背靠背，但是你现在却亲手杀死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不要再说了，如果你永远忘不了别人的错，永远学不会包容理解，你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朋友，包括秦师傅。你简直就是一个心胸狭隘、自私自利、脑子进水的疯子，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朋友。好朋友背靠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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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朋友背靠背。月月，那个怪人有找到铁春草吗？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就说了一些。放心，他没找到。月月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跟杨刚是去找燕子的，我不会不顾朋友的安危不管的。这里是哪儿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好，大家都没事。唉，唐玉松忽略了一点，我们大家都是学医的，无论是麻醉还是致幻都是有解药的。其实在刚刚我下这个地下室之前就已经吃了预防麻醉的解药了。啊，我们被人绑架了。对不起。如果不是好朋友，如果不是永涵救了我，我现在可能就见不着大家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一时走火入魔了。其实我真的不想伤害月月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们还是好哥们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是被鬼抓了。这里真的有鬼吗？这里哪来的鬼啊？这里只有好同学、好朋友，永远。